你为何要毒害陛下？不说是吧？ 那我们就来好好说说你的罪状。罪其一，亲仇不分，为了仇人害了亲人，还妄想一语不发，消极抵抗。罪其二，自不量力。你若死了，也没人会在乎。 罪其三，言而无信。你跟我回宫，难道就是为了今日吗？我没下毒。肯招了。 我想明白了，若是我无故蒙冤而死， 岂不是太冤了？既然不是你下的毒，那是谁下的毒？我若是知道，就不会在这儿了。行，既然你不知道，那我帮你好好回忆一番。家宴是由谁来负责？东宫，各府分别向陛下献菜。都有何人献菜？太子、庄王。